到猪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U。等一下要跟轩吃饭。这一个呢是整人用的，这个是加奶油，想说来整一下轩好了。它这个使用方式就是喷在人身上，对，就像这样。可是它不是真的奶油，它是十分钟之后会消失的奶油。然后我在家里试用过了，它真的会消失，但是它会残留一点臭味。所以轩对不起，希望轩粉们不要酸爆我。那我们就走吧，宝贝，信不信任我？我还要玩新的游戏，不要吧？你信不信任我？你信任我？慢一点。不准张开，我还没说张开，不准张开。哦哟！等一下哦，调一下相机，不要开哦，不准看眼睛哦。我就是要跟你说，我不要。你以后就不跟我玩新的游戏，有点不太敢。我不要。好啦，各位，他的脾气真的好到一个爆炸。现在心情平复了，可以跟我录片了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帮我们按个喜欢，也可以帮我们分享，叫亲朋好友订阅我。我是 CHU， 我是真的886。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，订阅，订阅哦。真的太屌了，他怎么那么的，相机很贵，他就这样往我相机喷，应该没事。有事你要，你赔得起吗？相机要相机赔得起吗？拿你一生来赔，拿我一生来赔是怎样？